Show Happy， 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張萬珊。Hello，Hello， 哇！你呢個 Hello 真的很好啊。點解啊？因為兩邊都望曬。係啊。OK， 好。喂，今次同你傾偈都一段時間冇見你了，我都好耐嘅。係啊，好耐啦，係啊。咁今日好開心可以揾翻你傾偈嘅，同埋因為你又要出新歌啦。嗯。世間始終你好，特別食字嘅大細個細。係啊，係啊。好啦，喂，今次要做呢首歌嘅時候，因為見到你自己喺 social media platform 都講啦，其實作曲嗰位朋友係佢第一次有歌去 publish。係啊，好開心你提起呢樣嘢，我都。呢件事其實即係你有呢個旋律翻嚟嘅時候啊，係咪你有份去揀定係點樣？有，絕對有，因為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嘅前奏咧，我已經覺得係好似有一種係。我自己很喜歡的或者我覺得很掛住的一隻廣東歌的聲音、因為我覺得好像比較那個 intro 的那種感覺我有一種感即是給我這種感覺然後我有些 relate 到方大同那一下、聽過 intro 那我不知道整首歌最後有沒有那個感覺但是我因為那個 intro 我選了這首歌而我是那時其實是未知道作曲人是誰啦咁然後去到真係出咗呢首，即係我之後揀咗就知啦。咁因為我哋有 revise 過少少個旋律嘅，好少。即係嗌佢幫手，喂，執一執啦。執一執係啦，因為可能自己聽完覺得有一兩個音嘅嘢嘅啫。咁去到真係出咗首歌嘅時候，佢DM 我話，同埋佢有 share 上 story 係佢人生第一首 publish 嘅作曲嘅作品啦。然後再之後知道咧，佢係同我同一間中學嘅，即係同一間母校。咁、然後我就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緣分咯。初頭聽到佢嘅 demo 嘅時候，唔知係邊個寫，但係喺個 intro 嘅時候，有啲方大同嘅感覺喎、所以唔理啦，吸引喎，攞嚟用啦。除了這個即一聽到 intro 已經覺得喂好想要這件事當聽完整首歌的時候是不是更加確立咦這首歌可以放在自己身上可以因為其實因為 demo 唱的時候都是陳可為唱、然後他其實他的聲音是挺好聽的跟著佢同埋佢唱嗰首歌嘅時候咧，因為而家係一首都幾 sweet 嘅歌啦，但係佢唱嘅時候，佢個 focal 嘅處理，我覺得係有啲 sad 嘅。咁所以我係有聯想過呢一首歌係一啲即係 bitter sweet 啲嘅歌嚟嘅咁樣咯。咁但係最後就係變咗一首即係好 sweet 嘅歌咁樣咯，但係又有好多層。意思咁樣，好多層意思呢個係好好玩嘅方向，特別係 Wyman 嘅歌詞，今次同佢合作，佢會有唔同嘅解讀方法，會有好多層次喺度。世間始終你好，佢都話可能想講一啲小店嘅嘢，但係擺喺你身上又唔想咁簡單喎，所以俾翻個情歌方向嚟。其實你同佢溝通嗰陣。因為通常阿 Y 之前好多都係廚師快板佢話事啦，咁今次揾佢合作嘅時候係咪？send 一個 demo 俾佢就佢話事㗎啦，係佢話事嘅，我覺得。但係因為主要就唔係我同佢直接溝通啦，咁所以我自己最後即係我有睇翻佢 social media 講，佢話佢覺得佢遇到一個有緣嘅曲同有緣人，然後我係超級開心嘅，因為我覺得。如果他有想過講小店，然後咁啱竟然遇上了所有嘢係啱數，同埋亦都係一首 sweet 嘅情歌，我覺得就好幸運咯。同埋亦都因為他揀了小店呢個方向，我第一次看到呢份詞已經想到很多嘢要點樣去，即係做啊！即係我已經想到要想做一個 pop up 啦，然後亦都喺每一次錄音嘅時候。對於份詞再感受更加多咯，即係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好中意有一啲 message 嘅歌啊！即係我覺得，如果而家呢件事最後係 more than a love song， 係一件好係咯，好好嘅事咁樣。因為你話可能聽到或者收到份歌詞翻嚟嘅時候，已經令到你有好多畫面，有好多你會知道
你一路唱嘅時候已經有好多感受喺裏面啦，甚至你知道要去宣傳嘅時候可以做多啲乜嘢出嚟，係好實在地放出嚟嘅。可能你之前做咗個 pop up store 啦，可能你會有一啲關於小店嘅嘢去發生啦。所以佢阿 Wyman 呢份歌詞俾到你嘅唔止係一份情歌咁簡單。點解我哋話會有唔同層次咧？你會點樣去解讀呢件事咧？個層次就是已經首先第一個層次就是它是情歌啦，咁即係佢就係講緊我中意嘅人，佢就好似小店一樣咁特別，即係大家即係有好多大嘅商店啦、大嘅集團嘅嘢啦，但係我就係覺得小店你就如小店一樣 unique 啦，咁就講緊用小店即係比喻做一個我中意嘅人。但我覺得第二層就是講小店的罕有啦，同埋即係小店的特別啦。咁其實因為確實由歌詞的頭兩句已經講話，踏進過萬四間商店，貨品也不變啊嘛。即係其實呢個世界或者我哋身處的社會就係有好多好一式一樣的嘢，好悶啊！即係啦，可能你會覺得好悶啦，但係其實佢亦都好方便啦，或者我甚至覺得其實是必需品嚟嘅，即係有時你都好，你冇辦法知道去邊度揾某一啲嘢。係啦，或者你知道其實亦都唔可以淨係得小店咯。咁但係亦都因為呢首歌會 remind 翻我，其實小店嘅好啦，或者自己有幾大嘅程度會去小店呢樣嘢啦。咁呢一個我覺得就係第二層嘅意思啦，即係想 preserve 小店。第三層嘅意思，我覺得係。小店是一個象徵式的意義，它是一個 symbol， 我覺得即是其實講緊個小店不是實在地你見到的小店那麼簡單，小店再比喻我覺得更加深，我自己去 feel 呢，我就覺得是一個你自己的標準，你自己的獨特和你覺得的好咯。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首歌有很多層的意思，即他說的是這個大世界有很多一式一樣的東西，很多框架，很多標準，或者很多人告訴你怎樣才是好，但是你自己要懂得選擇，你知道可能人家覺得咦，為什麼你選擇了這樣東西，但是你要自己知道你為什麼這樣選擇。那 我就覺得這首歌不停地就是告訴我我要去選擇自己認為的好，我很喜歡你想到的第三個層次，即原來當那個小店的標準其實就是自己那個標準，怎樣去看小店其實就是怎樣去看自己，自己獨特之處是什麼，自己可取之處是什麼，怎樣去放大這些東西。喂，你未講之前，我未諗到呢一個層次，即都可能係前面兩個嗰個比喻嗰個層次啫。但係你諗埋呢個層次嘅時候，嗰件事又再昇華多啲。好啦，如果你話你係一間小店嘅話，你覺得你嘅賣點會係咩咁？其實好多人喺度問，即係最尾如果我最後覺得我係咪好似一間小店？其實我覺得未必係我自己嘅，即係我唔會覺得係一個。我是小店的一個 selling point， 因為你是怎麼說呢，你獨不獨特呢，有時是我覺得自己很獨特，但是別人未必覺得的。但是我覺得我做的事就是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然後去感受的人他們覺得我獨特，我就是獨特咯。那很多人都應該覺得我不獨特的嘛，即我也都不介意這件事咯，即、如果那些人覺得我不獨特不要緊，但是總有些人是會覺得我獨特，而我覺得我的獨特呢就是 我想我的作品呢就是串連出來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即是可能是即還是有一個即對於世界還是有一個 fantasy 咯，還是有還是有一些幻想在那裡的，那我想 dreamy 的感覺是啦。那我覺得這一首歌最後其實它很實在地說這些東西，但是依然都是一些很我覺得是很無論 MV 也好或者它最後想說的 message 都是還是有一點自我還有一些幻想的東西在那裡咯。那所以我覺得都幾，即我自己都覺得幾我咯，係啦。即如果你話你喺間小店話呢個 branding 係點樣嘅話，我覺得其實你唔會係一個
大集團裏面的其中一拍咯。你很明顯已經有一個很獨特的風格在度，爭在呢一個風格可以去到有幾大，放到幾大，或者吸引到幾多人行入嚟。但係 so far 行咗音樂路呢幾年嘅時間，我見到其實你一路行落嚟嘅嘢好統一個風格，好有你自己陣除喺度，所以其實啱嘅就行到埋嚟去接觸你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冇當你選擇咗去選擇自己嘅好嘅時候咧，其實你嗰下係冇得諗，我要點樣去，即係你冇辦法去令到好多人啊，你一定要覺得睇到我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好多嘢係冇辦法強求嘅，即係就好似我哋行唔行入一間小店，其實佢哋都係做緊佢哋自己，佢哋都係經營緊佢哋嘅嘢。咁你去唔去喜歡，或者你睇唔睇到佢嘅獨特之處，我就覺得冇辦法去逼到咯。即係就係 connect 到嘅人就會自己行入去，而我都相信呢樣嘢咯。咁但係就一路自己去做好自己咁樣咯，係。例如今次搞呢個 pop-up store，其實都有少少，我自己做，即係做有時，我有時去我冇講啦喺 social media。咁第一日我有講會快閃，咁啊有一啲 fans 嚟咗。其實我嗰日係超級開心，即係嗰個開心係我真係親眼地見到，特登為我而嚟嘅人啦，然後可以同到佢哋有即係有時間去傾偈去。講我的想法咧，嗰個感覺是很好，即係我會覺得我已經冇諗。你問我有冇諗要不要勁多人，要不要可能一嘢湧到哇點樣？即係我冇諗呢啲。爆咗個鋪頭啦！我係覺得有嚟到嘅人，我同佢可以 connect 得到，我已經好開心咯，係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有時候你冇辦法去諗你要有幾多，因為已經或者你去做一間小店值唔值得，因為已經係 out of 咗嗰樣嘢。有時即係可能我今次喺 curate 呢一個 pop-up store 嘅時候，我揾咗即係 MV 另一個 location 叫做直十雜貨店啦。咁我喺佢嗰間鋪頭揀咗一啲嘢擺咗喺我嗰度，咁而我去。再去即第一日是拍 MV， 之後找多了一日去跟了店長傾了很多偈。其實他經營他那間小店咧，係講真嗰個錢是未必回到本嘅，即係佢租埋個倉去擺一些他的舊物啦，他每個月的租金啦。咁其實佢會唔會即我有時會想他會不會想值不值得，或者他有冇想過？我每個月要幾多少人買幾多嘢先回到本？我覺得佢冇諗咯，係啊，但係佢就係覺得佢要為佢嘅呢一啲雜貨，或者雜物去，或者一啲舊物去做一啲嘢咯。咁而係好難嘅，意義大於一切咯，咁樣咯。咁所以我就有時會諗啊，當你去諗要有幾多少或者值唔值得嘅時候，其實有時。是 out of 了那樣東西咯，我們可能很習慣地是目標為本或者看結果多一點，但是你給我的想法就是其實是在看個過程，看看個初心想做些什麼。但是好了，一路做音樂下來自己想做的事，因為你剛才都不斷提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自己開心的事，但是這一樣東西會不會俾到一啲阻力自己去行遠啲，或者係咪 stick on 自己中意嘅嘢就夠咧？如果坦白講，當然唔係下下都可以咁自我，咁自我啦，或者咁即係係咯咁樣諗咯。但係你要識得攞一個 balance 咯，即係點樣喺一路行緊嘅時候依然 keep 到你自己。咁我覺得都做到嘅，即係我覺得 as long as 做到就得咯。係啊，即係我亦都唔需要去透露。我覺得我攞咗個 balance 有邊嗰個 proportion 係啲乜嘢咯？即係我覺得只要我自己都仍然覺得保留到自己嘅嘢就足夠咯。咁呢一個我頭先我哋都話，可能喺你一路行落嚟都會俾到人一個你嘅音樂裏邊有啲 fantasy 啦，會有啲 dreamy 啦。
一路下落嚟都有呢啲感覺喺你唔同嘅作品當中嘅時候，呢一個係咪就係你嘅風格，或者係你想建立出嚟你間小店嘅味道呢？我覺得即係我就係前排睇咗一本書，佢就係話你嘅作品，你唔需要每一下你都會話啊係咩風格，然後全部都要 stick to 嗰個形容詞咯。我覺得串連起嚟嗰個就係我咯，即係可能下一首我出咗一首即係我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嘅嘢，但其實應該都唔係，但係嗰樣嘢可能都會 keep 到一啲我嘅嘢都未定㗎，即係其實我覺得冇咁。我覺得我諗我有唔係咁直白，唔係咁直白嘅，即係我覺得我有嗰、那個即係有啲灰色地帶喺度，即係我覺得我諗我由做新人嘅時候，我已經冇諗我要做即係 A B C 咁樣嘅一個，即係咁樣嘅人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大家開始，因為我覺得你 as 一個。無論你小店又好啦，大鋪頭又好啦，其實有時你自己 set 咗一啲嘢，你控制唔到別人哋點樣去諗咯，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最後大家個嘢諗嘅嘢好似同我諗嘅都差唔多，咁係一件幸運嘅事咯。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都幾 dreamy 喎，幾 fantasy 喎。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仲。覺得無論你去到幾多歲都好，你仍然保留到嗰個 fantasy 係可能係我嘅，即係我嘅一個 motto 咁樣咯。嗯，好。喂，咁啊，而家有呢個世間始終你好，頭先就分享咗呢首歌，你聽到哇收到份歌詞之後翻嚟，你個感覺係乜嘢？原來即係好簡單，我哋會見到有兩層意義之餘，你仲有你第三層意義喺度。咁我哋其實亦都可以睇下喺呢首歌裏邊對自己，我哋可以攞到啲乜嘢嘅 relay 喺裏邊。好，咁今年其實都下半年啦，仲會唔會有新歌推出呢？我有嘅，有嘅，係，但係都係要同公司去一齊商量，係啦，咁樣咯，但起碼望住今年可能應該都仲會有新歌推出嘅，係嘅，咁歌迷開心嘅呢件事，咁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啦，好啊 ，thank you 你，thank you， 拜拜。